到我姐姐的腿哦，他们看见我的腿，而且还微微的，我怀疑他们有性骚扰的问题。你从女生来说哦，你不要有什么问题的，如果我们的腿不能用，就不要做了。所以我一定要帮他找一个好地方解决这个问题。枸杞泡白酒，这是偏方哦，只要把枸杞浸泡在白酒里面一个星期就可以食用了，看起来很可行。网上说呢，这个偏方的比例呢是1:1，只要呢有一些人在现在里面有氧气里面，它就是放一杯白米酒，什么都不用做。秘方呢，只要泡制一个礼拜呢，就可以使用了。这个涂在小腿上，把这个涂在小腿上，据说呢可以促进血液循环。血液循环改善呢，这个涂在小腿上可以缓解病人的疼痛。你这个秘方靠不靠谱呢？看，还是没有靠谱。枸杞泡白酒，它最大就是不能用治疗心脏疾病，因为枸杞泡白酒它不能用渗透皮肤到筋膜，而且这个偏方呢，它的酒精成分较高，有些我们皮肤敏感的病患可能会刺激到皮肤，甚至产生湿疹或者皮肤的过敏。首先，我们是了解人体有两条血管，一条血管就是动脉，一个阿曲，另外一个血管就是静脉，也就是动脉呢，主要是把氧气的血从心脏运送到气管，而静脉呢，把血回收到心脏。因为静脉多半在加速的时候，会把气体静凝率，然后把血从心脏运送到心脏，然后把血从心脏运送到心脏，然后把血从心脏是什么会让我们的瓣膜受损？还有静脉曲张，其实它是先天的因素。气血循环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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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循